来，进来。要进来，要进来了，进来了，快点！校长都进来就进来了。不会啊，一定都可以，我小朋友都机会了。来进来，来那个，来进来。进门万圣大红进来。还有一个，来，啊、还有来，快点，有他们都会来拿。来，进来，来，来，第三集啊，好，来了，哎，有没有看到客人要说什么？客人好。哇，这是我们的执行长要说什么？执行长。哇，来，执行长来跟我们颁奖一下，给我们。来，几百都用颁奖的对了，好了。商品。哟，Hello，洋洋来，还有洋来，好了，进来。还有吗？洋来，我们洋住古坑，来进来。来了，来。好了，我们来合照，同事们都来。谢谢执行长，没了，OK， 谢谢你们。那你有拿到饼干就是你们的，你们再给你们。OK， 好了 ，OK， 好，拜拜。欢迎你们，爱你们，拜拜。好 ，OK。你要回定的镜，来，王府来，等一下，爸爸有一句啊，OK， 耶、yeah ，好，好来，他还不是只有这个，他也一样，不是因为他我每次。来，还有来，今天老弟刚颁奖的来，来，这一次，他跟那个阿姨说什么？三个来，他三年级，哎，都三年，哦，太好了，对 ，OK， 来，我们看那边，咱们来看那个阿斌那边，好，第一次来。好的，好听，好听啊！那就叫。哪边？哪边？哪边？我问嘛，好。
拍照。我还要再拍一张。你还要再拍照，没有问题。好，快点快点，跟媒体老师拍照。没有。好 ，OK 的，跟老师一起。好了。后面还有。哎，你也来哦，你也来了，来了来了，来，等我一下。啊，你呢？好，我拿过啊。你拿过的呀？好 ，OK， 来，那个来。OK， 来，先看那边，来 ，OK， 来，一二三，一二嘿，一二三，耶，好 ，OK， 好，进来进来，嘿，啊，我跟你们说 ，Hello， 十一点了，叫谈资，知道吗？好，爱你们，拜拜，谁帮我关门？谁会帮我关门？好，拜拜，门装起来，装起来，不要再。海选出来就是特优、优等、甲等跟佳作，那会各有五个、八个，还有这个20跟30，我们会给50，会给他们奖金，有5000、3000、2000、1000到500，真的是很不错的。这时候希望大家，第一个孩子可以多于创作，第二个可以让那个什么所有的这些的部分大家更加的融入，意思上是这样子而已，没有特别的意思。第二这样的机会啊，特别谢谢所有的这些好朋友，这一滴一来对我，哎，我一直很佩服他，我们的许志成执行长，还有所有的团队，这个漂亮的王医师，还有漂亮的信宁，还有所有的这些好朋友，哦，都是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佳敏，对不对？哎，老师看一下佳敏，他姓严，他名是甜甜的敏，跟我们都是一起的团队，那他都在我们湖北这边工作啊，在关心那点，所以很开心。那，接下来是不是请执行长跟我们大家接缘一下？执行长，校长都讲过了，我们大概都是像校长讲的这样，但是我们高年中心现在从去年开始就在云林湖北南大附近这边开始生，那我们带一个6层楼的建筑，大家在那边8月15号，我一去那个动土典礼就知道，就是我们大概3年后会有一个大楼的 logo 城。那未来就是，当然就是我们就是跟大家都是叫做云林的乡亲啊。那我们如果办任何活动，在大家各位媒体朋友都要给我们支持。那这一次我们就是那个成文校长的。那个一起合作，我们就办一个这个小朋友的作文跟画文比赛，那促进这个家庭关系的融合，祖孙的这个非常融合的那个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啊，第一次要讲到这个校长非常的热心，那我们这个非常也是我。跟校长见面大概2-3次哈，受到他的热情的感动，所以以后我们在这边办活动一定会怎么样？那我们高龄中心未来一定会越来越推更多在地的国药老化的一些活动出来。那如果各位媒体朋友如果觉得说在地对老人家有什么好的活动啊，有什么好的
建立哈，然后今天我们这边有很多我们的老师啦，比如说王老师在各个据点，我们已经扩了30个据点，有在做一些衰老啦，或是这个多重用药啦、骨质疏松啊等等的方面事。然后郭老师他有做一些老人的活动这样，帮助人去就医。然后我们郑医师他是一个精神科医师，他对于老人的睡眠。对于老人的一些职场的安全啊，是一些物质方面等等，都有好像有忧郁症，对对对。然后我这边是严老师，严老师要对一些失智症的一些精神状态的微药物治疗，他就是专门做一些手册啊，一些。所以我想，我们进来一定要对一些老人现在一些朋友。啊，那你说我们这个公司为什么都要支持啊？